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立人天。各位善心大德、贤士同修，现在就是在我们的斋堂的地方哦。我们可以刚我们的金刚上师也绕山走过去了啊，阿弥陀佛。现在在结界哈，所以大家都是不辞辛苦的，因为阳光真的很大啊，绕山呢要绕了很久，所以每个地方都要绕过啊。这个地方都是会很平安的哈，包括我们斋堂、我们用餐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信众大德在忙忙碌碌的地方呢，都有这些结界的动作，也就是带给大家一切都能够平安。真的，他们辛苦啦，谢谢你们啦。结界的这个法仪呢，在每一年我们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的大法会啊都会有。虽然呢，今年呢，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从农历3月26号。延后到了5月29号到6月6号，这其中呢，经过了好几个月啊，因为我们今年就是闰四月嘛，所以农历呢要多加一个月，所以变成我们延宕了好几个月。但是呢，我们所有的法仪还是这么样的殊胜，老祖的威德力还是这么样的殊胜，所以也就是护国佑民，让大家众生都平安，心灵提升。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太平，所以祈求大家平平安安，消灾化解。因为水陆大法会我们人是非常的多啊，所以用完餐以后，以前都要自己洗碗，现在都是由我们这法工们来洗碗，来辛苦了。是哪个道场？三界道场。好，辛苦你们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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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新鲜的菜啊，来的时候不能随便乱摆，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呢我们都有很大的冰柜呢，可以把它冰冻起来，然后保鲜啊。以后呢我们还有好几天的水陆大法会，所以我们可以看深入这个我们的香机组就知道了，大家各忙各的，还是真的是有很大的道理在里面了。那忙什么呢？不是只有桌上吃一吃的东西在忙而已啊，其实很多的蔬菜水果都是要忙的，像这些菜冰起来，然后还要做菜，菜拿出来会比较新鲜，尤其这些蕨类菇类的东西，忙完了都在休息了哈。谢谢你们辛苦了哈，来的都是法工，对不对？哪个道场？桃园道场。桃园道场来做什么的？明年要接那个香机组。哦，明年，所以你今年先提早来，就是对实习啊。哦，在这里怎么实习？
已经他们休息，所以我们也在休息。我看的啊，他们已经停了嘛，他们停了，那我们也就跟着停了啊。明年你们这几位都是相机组吗？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没有关系，都一样哈、哦。啊，会切菜了吗？会啦，会会。啊，打电还要吗？会啦，会啦。可是他这个跟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是小小的，他是很大的铲子。知道，知道，知道。好，做好准备，加油啊！明年再来嘿。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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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一边走可以让大家浏览一下哈。现在就是我们的捕捉的基地啦。捕捉的地方，那捕捉呢？其实有很多法工们呢，哈，谢谢你们。来来来，所有的人，大家挥挥手，来，进来进来，来，大家招招手吧，辛苦了辛苦了啊、哦！我们的捕捉可以看，这个是已经收好的贡品吗？不是不是，包装好。哦，包装好啊，这一大堆包装好，这大概可以几天的量？这里还有三天的量。还有三天的量。哎、欸，六千包。六千包啊、哦。哎、欸。所以一天至少要有3000，三千，哎、哦，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法工，他们转法轮转好了一包一包，然后就放在这个地方，让镜头让大家看一下来。哦，这个，然后这个卡车呢，一步一步帮他送到。对啊对啊，送到每个捕捉的桌上。是是是。对对、哦嗯。然后再由我们的义工们再一包一包再把它打开。对对对、哦。然后再摆桌，对，嗯嗯。所以这个流程其实装法轮都已经装好了，装好了，哦是，转了4天份，一份2000包，哦是，这样晒太阳，最后一天到礼拜五吧，对，啊7月24号再包装，是 是, 是，对对对，你今天的头发擦了自然的发蜡，啊对啊，因为都流汗了，流汗流汗，辛苦啦，谢谢啦，谢谢啦哈，可以做这一份工作啦，流个汗。也是非常值得的，非常好，非常棒，是是是，谢谢你，这是我们志工大队的大队长曾经做闲事哈。每一年我们的捕捉呢，今年是16000桌以上了，那所以说呢，每一年的捕捉呢，都是他要花得价代金，还要带领很多的法工们，要怎么样呢来转法轮的时间，还有怎么安排这些的货品可以到。然后呢，这些贡品呢，在我们供上去的时候，有很多的法仪在面面俱到，这也都是呢我们水陆法会多年累积下来的一种经验哦，这是非常棒的。法工们辛苦啦，哦，这个是哎黑衣大队嘛哈、哦，哎辛苦辛苦，哎这个就是要贡品吗？对，哦对对对，太辛苦了哈、哦，太阳底下，要来几天？来几天，来到明天回去台北之后再过来2天。为什么要明天空下来？明天晚上回去要上班啦、啊，是是，所以大家都把自己上班的时间请假牺牲一下哈。对啊，就请特休啊。对啊，太好。好，来来来，志工大队总共来几天？全程吗？你们都全程吗？哎，来来来，欧班长。我总共12天。你总共12天了哈，辛苦了，辛苦了。谢谢。那现在还在接力吗？对对对，还要接，还有米，还有那个，一样一样都要接。因为天胆这个地方车子没有办法进来，全部都要用人工、哦、好好好，也是，你是哪个道场？啊，我是中立道场。中立道场，哦，是是，这也都是中立的吗？哦，是是是，好，好，都是中立道场哈、哦，谢谢。啊，我是自己来当志工。很好啊，有空就过来呀、啊，哈、哦，不错的哈、哦。那中立道场，我刚刚有看到你们老师，哎、嗯。是袁荣，对，中立道袁荣法师啊、哦，是是是，我刚看的不是他，是是是，因为应该是严鹏老师，严鹏法师吧，桃园道场，今天是桃园道场，桃园哈，一心看到一心道场的袁贤法师，好，那么你就休息一下哈，不打扰你的时间。这个呢，就是刚刚，他们都全部打包好的转法轮以后呢，那贡品总共有12样，一直都放进去以后，那等要开始要验口的时候，全部都要排得满满的了，所以也是很辛苦。打包以后呢，后续的动作还是非常的多，为的也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而且呢，也希望呢，就是借由我们王展老祖圣诞千秋，5月29号到6月6号这段时间呢、啊，能够呢
让我们这些所有的法界灵界的这些的朋友们来时机去时宝。所以呢，这几天的法会，我们总共呢要供养16000桌以上哈，所以这是相当难得的。那所以说呢，老祖的威德，就是希望呢，众生平安，心灵提升，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太平。所以在这里祝福我们法会一切圆满，阿弥陀佛。我们就在天坛的前面呢、巧遇了圆鹏法师，是我们桃园道场的主持。圆鹏法师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信众大德大家好，我们很高兴来参加老祖圣诞法会。那我们桃园道场是普桌的收放，是。那像现在我们这个普桌呢，现在摆上去之后，我们要分门别类啊、把它分好，然后供养。供养之后呢，等到宴口好了，我们再把它收回来。是。那所以我们桃园道场呢，这几天都出动将近100位的贤士同修。是。像我们今天有2部游览车。是。因为师父给我们这个这么好的法门。其实我们第一个要感谢师父，感谢老祖师尊、及诸天圣佛菩萨，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行功立德。是，因为法会是大家的，我们把它圆满呢，对我们祖先也有交代，而且对法界一切众生呢，那都是一个好的，结善缘。是，所以我们桃园道场其实非常团结。是的，是的，我们只要师父交代的，我们绝对全力以赴，是，绝对完成，不会说请这个我们执行长再来支援，不需要。是，我们桃园道场自己能够有能力来把这个师父交代的任务完成。那我们第一个感谢就是我们卫视台非常辛苦，那感谢师父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完成。是，其实说真的，大家都很辛苦啊，尤其就是我们义工迷人天的节目呢，在每一次的法会呢，都要出动来实况。把这些辛苦的贤士同修们，还有法师们，他们这么样自心自力呢，要完成每一个任务呢的付出，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所以《义工利人天》这节目呢，也受到大家的很大的肯定。为什么？法工们都是这么辛苦，老师还有法师们带领这些学员来，就像我们的桃园道场呢，就将近100多位嘛，那这100多位是全程吗？没有全程，他们是分，因为个人的时间是因缘哈。那我也建议所有的电视机前的信众大德，你一定要进来参加我们这个大家学易经，来学易经呢，第一个你能够了解到如何去运用易经帮你的住家解决问题。是，因为我发现呢，很多人住家不是很好，因为他不了解怎么去摆设。是，那进入我们维新圣教之后呢，他学易经他才晓得哦，原来我们的冰箱要摆在瓦斯的笼边，那其实很多都摆错，有的摆中间，有摆后面的都不对。只要他能够进入我们维新圣教，大家来学易经，他就能够把自家的问题解决。那如果还有特殊的问题，都可以用易经来占卦。像我们这一次呢，我发现很多的信众到桃园道场拜老祖之后，请示老祖师尊，他们家祖先有没有问题？一占卦，哇，不是真正祖先。我告诉他，你为什么祖先不是真正祖先？他告诉我，他们从南部请上来，然后祖先不知道为什么牌子都被拿走了。然后他就请那个卖金香的来帮他安坐，然后从外面呼请，门外呼请，那当然不是真的祖先。所以信众大德，你看到这个节目，你一定要进入我们维新圣教。各个分寺道场，我们现在全省各个乡镇都有这个分寺道场或者是教室，大家来学易经，你一定会感谢我们维新圣教，因为维新圣教告诉你，你的祖先是不是正确，你的住家是不是如华，都可以告诉你，用易经来占卦，自己占卦你才晓得，不然的话，你请人家占卦，有些学易经的不见得是真正能够了解，但是你要认清我们维新圣教。才是真正学易经的地方，能够让你家庭平安让你每个人能够有智慧，让你能够发财所以信众大德，我恳切的建议早一点来学易经，对你的住家，对你的孩子都有非常大的注意。是，就像我们圆鹏法师所提到的，其实除了这个之外，
那我们的学员都会来参加我们法会的义工啊，所以呢，大家对这个法又有一个新的体认了。那云鹏法师在我们的桃园道场是什么时候要开课？我这个开课的时间其实非常多，譬如说我的九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二啊，这个晚上啊开新课，桃园道场是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那十月份呢？第一个礼拜天的下午1点到4点半也有开课。那十二月份啊，桃园道场十二月份在啊第一个礼拜三啊晚上啊6点半也开课。是啊，所以其实每个道场都有这个新的课程，是的，是的，只要是我们上网或是打电话到我们维新圣教的啊教务处来询问，都可以了解到我们开课其实非常频繁。是的，而且我建议你就近去上课。不管是道场、教室啊、讲师，他们都得到了师父的尊传，所以每个人教都很好啊。像我们的啊这个美丽的主持人呢，他也是在三重，他也教得很好，所以三重地区呢要进入他的课程，你就问我们的维新电视台也可以，我们都有很好的方便联络资讯。就是。额外的一个最好的收入哈，因为访问义工丽人天就介绍我这里来了哈。那我订正一下，我是三重上德高尚的道德。嗯，我知道。是是是。所以其实啊是这样子啊，我们可以在一起好像一家人一样，尤其是法会呢，让大家跟那咱道的大拜拜赶快了哈。那来家拜拜呢，大家又平安，然后又可以很多人呢东西南北来相聚啊。对对对。太棒了哦。所以像我们碰到了我们的圆鹏法师一样，给我们开示，大家一起来，然后呢。共襄盛举，让我们这一次庚子年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虽然延宕了几个月，但是呢一样是这么样的美满了、啊、老祖的威德真的是非常的大哦。谢谢你，谢谢，祝福大家，阿弥陀佛。谢谢圆鹏法师，谢谢也谢谢我们所有的义工义人天，谢谢，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同学哈、他将近80岁白头发、哦、是他桃园道场从开始成立就来服务，而且他很欢喜心，但是不让你请客 哦。你说要请他吃饭，他就跑掉了。是。他只工作，做代志拢走地。所以你看咱的法会吼，咱若讲对头到尾，伊拢对头到尾。是。非常的虔诚。伊讲吼，你有机会，我会感谢你。讲你爱感谢师，感谢老祖，咪感谢我。都是一样。而且呢，咱像头前迄同学吼，脚骨袂行。我起挂起来哦，伊本来讲要过去抽水，讲你莫去抽，我爱起挂，起挂抽水袂使呢，我要占卦，上经的功德来回向伊开的病魔，完全借助，吼、哦，再来看医师安尼话无，哇，非常好，所以我，起挂讲去对一间这个，而且是中医诊所呢，是那个哦，我们有劳健保的，叫去食药就好去啊，即马好了了，不伊讲无法度行咯，是非常棒，非常棒，所以我们诵经。进入我们维新圣教有一个好处，第一个修行，第二个学易经，第三个就要诵经。诵经可以回向给我们祖先，回向给我们身上的冤亲债主、病魔、冤亲债主，非常有效。所以我个人诵经，所以我们师父说每个人要诵几遍呢？我们桃园道场也达成，我们是120几%了。所以雄精嘛，超过100%以上，100%多。对对对，太好了，谢谢您，感恩谢谢感恩，阿弥陀佛。谢谢我来护天坛。护天坛哦，我昨天就看到你了。对啊。对啊。很辛苦哈、哦。还好了。要护持要多久？24小时都有人在这边顾。是啊，一个人要多久的时间？不一定啦，像早上的话，大约是，一个人站一个小时啦，站一些三歇两或歇三啦。哦哦。哎呀，下午的话就弹性处理啦，因为下午会比较热。哦哦，对、啊。那太阳会照下来。对呀、啊，不过在这个地方是最好的，因为树荫下面嘛。对啊，所以我们是护持这个天坛哦、喔，啊上面那一些那个。那个火啊，那个就不能灭掉，所以晚上也要看啊，油灯啊，所以用24小时都要护着啊，一些闲杂人员不能进去啊，而且还有师傅还一直交代，要进去天坛，前一个礼拜就要吃斋了，哦，
要吃斋的。啊，你是这样吗？对啊，就是之前都要吃斋啊。是是是。啊，没有吃斋不能进去啊。是。这一次很殊胜啊，所以都有规矩的啦。对，因为这一次比较特殊啦。是。对啊，因为这次疫情关系的，哈，一些事情啊，是很多的天，因为今年是庚子年嘛，很多的。天灾这方面呢、啊，而且现在还有很多水患什么的、啊，所以说师傅很殊胜的把这个，还有我们这护持196个国家，嗯、哎呀、啊，上面还有那个豆子啊，你每天都要炒豆子啊，那个师兄他们也是很辛苦啊，是的，是的，很辛苦的，没错，我们就是借由这次庚子年啊水陆大法会，祈求王禅老祖师尊、诸佛菩萨护佑加持，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众生平安、心灵提升哦。谢谢师兄哎，谢谢，感恩祝福你，阿弥陀佛，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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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你们好，举招招手吧，来。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辛苦了，辛苦了。这个地方呢、啊，全部听说一大片都是我们桃园道场来护持，哦，辛苦了，谢谢你们了，谢谢，谢谢，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阿弥陀佛。我们可以看哈、哦，义工利人天真的就是这样子哈、哦，大家都是这样哈、哦。虽然在树荫底下没有阳光，但是还是热的哈、哦。所以我们说每一次的这个水陆大法会啊，我们呢就是有财力、物力、人力，还有劳力都是要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做得很开心，没有一个是被强迫来的、哦，所以非常的高兴哦。希望借由我们老祖师尊的威德加持，众生平安，那天下一家亲，心灵提升，世界永和平，阿弥陀佛。我今天哈、哦、也充当，虽然是义工利人天的节目，我也充当我爱红娘一下哈、哦。没有。结婚了没有？没有啊。看着就知道还没结婚呢、哦，几年次啊？30几了啦。30几很年轻啦，对啦。啊，有女朋友吗？没有，没有，没有。上个镜头照清楚一点，特写嘿。没有，没有，没有。你的对象是要怎么样子的？啊，没，我们，哎，不好，哎，没有，对。是吗？我们做法工就好，在这里就是做法工就好。做法工，嗯。啊，那老祖自然给你牵线，好不好？老祖，老祖。好好好，你一定喜欢娶个漂亮的美娇娘，对不对？这骗人的，所有的人那么爱炒水哇哈，那可以老祖加持，没问题。好好，他眼睛的了。好，谢谢谢谢。是哪个道场？现在正期班在爱心道场，所以现在护持爱心道场。护持爱心道场，好啦，30岁讲话哈，要很勇敢的讲哈。希望借由我们的节目的播出哈，他是爱心道场三十届，26届啦。26届哈，26届未婚，今年30岁哈啊。这个我们就定下来了哈，好好好，谢谢谢谢。是哪一个道场？也是爱心道场，26，26届哈。对，听说你们晚上要在这里值夜班了。对。为什么要值？因为跟我本身的职业有相关联。你本身什么职业？保全界。是，所以你在这里值班。那有蚊子吗？应该多少？会爱护我。这是规定一定要在这里值班的吗？我们导师对我特别疼爱，所以就叫我来站值夜班。只有你一个人哦？不是，还有那关宏新同学。就是这个帅哥，对不对？对对对，还有。好。我们这次还有黄水利。好。这三个男生。很好啊，很好啊。是啊，是啊。那家长有办吗？对对。什么时候难得在这种？花前月下，如果是老祖的威德，你看树这么多，虫叫啦，鸟鸣这么多，当地家捆着好呢。是啊是啊，就与大自然结为一体，对，很好。对嘛，太好了太好了哈。所以你也是全程吗？没有，去年有，第一年有全程。是，那这一次要来几天？这次3天。3天啊。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祝福你。